老师和这里铺上红毯之后啊，好多明星都是从这儿进来的。然后你看看这里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啊。刘翔呀，你怎么大晚上穿个西装啊？很多事情其实它非常的美妙，也很幸福。比如说像命中注定这样。你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我已经帮你点了餐送到富来那儿了，起码是热的，吃的不会肚子疼。谢谢。干嘛呢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事。没事，你打给我干嘛？那没别的事，我就挂了啊。哎，你陪我聊聊天呗。真是。刘翔，你吃早饭了吗？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我的早饭。哎呀，熬死我了！你昨天打到这么晚，你怎么才睡了这么点时间啊？哦，明天有两班航班，一个早班，一个晚班，你觉得哪一班合适？都行。不然早班吧，好吧，那我现在给你定了，然后明天我去接你。